市面上辅助装载的拖车、板车林林总总，为什么没有一台理想的家用拖车板车呢？用来送货的板车就是不够质感，有些质感的拖车载重及功能又不足，是不是能有一台质感与功能兼具的载运工具呢？所以我们设计制造了 Woodwagon。Woodwagon 是一台市场上首见的木质家用拖车，特别在于全新设计的装载结构，因应家庭的多元使用需求。Woodwagon 的可变装载结构提供了多种功能。可以是板车，可以展开成箱体。可以乘坐操控，可以是座椅。Woodwagon 有着温润的木质感及实用的功能。满足家庭生活的各种装载，多用途让外出享有更多的自由及便利。开合结构让空间使用更有效率。Woodwagon 早已是我理想的拖车。